学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回溯台湾广告的发展历程。很荣幸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在广告界非常为人敬重的资深前辈黄其昌。黄老师。我们知道黄老师一手创办了 BBDO 黄河广告。 同时呢，也非常的热心广告圈内的大小事务，所以先后担任了 4A 的理事长，还有台北市广告工会的理事长。那么不仅仅荣获了经济部颁发的广告终身成就奖，同时在去年二零一二年更荣登了台湾广告名人堂的最高荣耀。黄老师您好，季老师您好、哎，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知道黄老师投身于广告事业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哦、很好奇您当年是怎么样踏入广告业的？嗯，我是第八期的预备军官，在民国五十年一月底突然提前退伍，所以我在三月十号进了东方广告。这个时候是台湾广告公司刚刚好开幕一个月，啊，国华广告公司还在筹备，两个月后开幕，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 东东方广告还叫做东方广告社，不过讲起来，这个已经是五十二年前的事情了。o k 所以可以说，老师等于是在廣，在广告台湾广告的非常草创的草创的阶段里面呢，就已经呢开始一路呢伴随台湾广告的成长了。那么可以了解一下当年广告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呢？因为我是呃五十二年，呃五十年三月。 进东方广告的时候，第一个工作是媒体购买，所以我就想从媒体的变化跟广告公司的互动来谈谈这五十几年来的广告的发展。好，是啊，好，那么讲到这个台湾的广告，在日记时代已经就有那个专做广告的，哎、呃，商商社，呃，像是这个三层商社啦、三星社啦，还有这个，呃。 万联社哈，这些他们主要的就是做看板，呃，这个招贴，还有活动，呃，这个大众传播媒体那个时候虽然有广告，但是还不是很发达。那么到了战后呢？那战后在民国呃三十九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大陆广告社、译文广告社，哈，后来还有兴业，还有联合广告社，这些广告社出是专门做报纸广告的。 那一般讲起来，广告社都是做户外广告比较多啊。这几家是专门做报社啊。假如谈到这个啊，综合广告代理商，那应该是啊，民国四十八年一月成立的东方广告是哎最早。那么东方广告的老板温春雄先生，当年为什么会想到说他要开广告公司？是因为他先跟朋友。 和开了这个呃化工厂，生产这个专洗毛料的这个产品，叫做毛皂王。可是他发现，他生产一个月、一年卖不完。是是那后来他发现，原来是知名度不够，没有广告的原因。嗯嗯那后来他看到一本日本的书，是讲这个广告的经营和广告的组织，所以他后来就开了东方广告。 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在回溯到台湾广告史的时候呢，会发现到差不多在五零年代的时候呢，突然间呢，涌现了非常多的广告公司在那个时期，是有什么样子的背景因素？因为在民国四十九年，有一个第二届亚洲广告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我们台湾第一次组了一个团去参加，这些团主要的是由这个广告的从业人员。 和这个一些和广告组去参加，那他们在日本看到日本广告的蓬勃发展，还有这个受到当时日本的最大的广告公司日本电通社长吉田秀雄的鼓励，所以他们回台湾以后就纷纷的成立了，呃很多的广告公司，譬如说呃台湾广告、国华广告，华商广告、呃 像在我们画面上就是、嗯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些，就是一家一家的成立。所以我们一般讲起来是台湾的广告事业是从民国五十年啊开始算。哎、嗯，嗯，那么回溯在民国五十年那个时候啊，整体的这个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社会和呃广告的环境并不好。的，那是战后十年。 呃，台湾经过这个二二八事件，还有这个大陆撤退，还有金门炮战，啊、呃，其实是，哎、呃，这个百会代举，啊、哦。那而且那个时候，哎、呃，政府是，哎、呃，白色恐怖的时候，哈、哦，就是说它控制非常的严格，呃，所有的大众传播工具都是，哎、呃，政府控制，还有这个，呃，警备总部他什么都管，啊、呃。 记得有一件事哈，就是那个时候，呃，一个普通的收音机哈，你买一个收音机，你都要向政府呃申请执照，好，大家登记申请执照。这这听起来在实在是很匪夷所思，在 <laughs> <是 S 1> 今天听。那个时候的那个国民所得才五千七百块，呃，折合美金也不过是一百四十三块。那么那个年代里面呢，整个广告的媒体环境又是如何的呢？是的，那个时候只有。 报纸有三十一家，啊，广播电台因为政府又要为了要防止大陆的广播，所以广设很多的很多的电台，像中广啊、警察电台啊、军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设了很多。那做广告的只有这个，呃，三十六个民营台，所以我们说广告媒体应该是这三十六个媒体才是，呃，才才是广告媒体。那后来在民国五十五年，中广也加入了。 广播那那个时候还没电视，那杂志是有，但是广告量也不多，也有广告，但是比较少，哎。嗯、所以说在那个阶段里面呢，最主要的媒体呢，最主力的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报纸，一个就是广播电台了。对，啊、呃，那这个时候那个呃，电台的广呃电台和报纸的广告业务，他们自己都拥有一批业务员，好、嗯哦，所以说这个。 哦，我们所以我们叫那个时候叫他这业务时代，因为这些业务啊，还还有这些业务员，哎，他们也有很多的小圈圈，啊，就是各报都都都有一个，所以当有一个人，呃，知道说哪里有广告的时候，啊，那这个其他各报的，包括电台的，就会往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做广告的广告主。 都觉得很烦，是啊，的确很不胜其扰啊。也就是说，有那么多的人纷纷上来争取對對對所以说当这个广告公司开始成立以后，他们也愿意会把公这个业务交给广告公司，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不要去面对那么多的业务员。嗯，而且这个呃呃，每每个业绩，每一个人都是态度都是很积极，很很难应付。的确，啊、的确。<laughs> 呃，那么呃也很好奇，那个年代的一些广告主，这些广告客户都是哪一些形式的呢？说起来，那个时候是本土的客户为主哈、哦，像这个是像宝利达啦，什么明通爱乐泰啦、黑人牙膏啦哈、哦、这些，啊、呃，还有一些是这个从日本进口的哈、哦，日本进口的药品，还有一些。 哎，小机器哈，所以说那个时候还还不是很发达，但是有一些台湾没有的，的日本有的就进来了，这些都有一些广告。嗯，OK，所以我们刚才呢，初步的去了解到了呢，在早期的这个广告的环境里面啊、喔，有这样子特殊的一些生态。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请教呢，呃，资深的前辈，当年他们是怎么样一起做广告的？ 刚刚呢，我们了解到了呢广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早期的背景。那么我们接着呢就要请教呢，呃，黄老师了。那一年这些前辈们所做的广告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嗯，是在广告公司之前呢、啊，他们这个一般业务员的那个广告还是有外面还有个人的工作室在帮他们设计。那么这些呃设计者大概都是呃印刷厂的学徒出身，或者是大陆来的。 哎，美术工作人员，哎，他们设计也还不错哈。那么有了广告公司之后，那么这个广告公司就聘请了很多四大艺术系毕业的呃学生进来广告公司当设计。譬如说像这个呃张敬雄啦，这个简西龟啦，张国雄啦这些哈，啊，他们就是呃进来，呃，但是这个要几年后才开始有这个艺专的学生加进来。哦 那那时，呃，古早的广告前辈们，他们在设计广告的时候，他会不会使用到跟现在的作业环境不同的不是，当年是完。今天有电脑时代，跟完全完全不一样、呃。当年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啊，譬如像是这个呃白龟笔啦、呃红豆笔啦，还有鸭嘴笔啦啊，这些，我想，呃、这些呃现在的年轻一辈的呃设计的人恐怕都不会使用哈。啊 那底下看到有一个呃喷枪，这个喷枪是用来修这个照片，好把它修得更更漂亮、更棱角更清楚一点。那当时会做这个人也不多哈，那么外面有专门在做喷修的这个工作的一年。但是现在我想，喷修这个行业恐怕已经都不见了。是，嗯，这个、嗯、呃，我们这个在。 平常在做广告哈，呃、啊，那个是要画很多的那个平面广告的草稿，<對>去给客户选，<對>然后客户同意以后选到的，我们拿回来要完稿，<對>要把它做成正稿，<對>这个正稿还要拿到新版厂做成新版，才能拿到报社去呃，印啊。<對>那那个时候啊、呃，报社啊、呃、这个。 报社用新版，但这个上面上面这个大的字用，用都是用手写，啊小的字就是要到挖在新板上挖个洞，呃，让这个，呃，那个排字让报社排字，或者是你到外面去排完字打个样，然后剪下来再挥在贴到原稿上，啊、哦，去做，所以那个时候要做有这样的新版，哈、哦，那这个，呃。 所以可以想见，<來>对那个时候在呃做制作广告的过程，<是>今天看起来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是，所以那个报社改把这个凸版印刷改为平面印刷以后，这个排新版这个行业就等于示威了哈。哦嗯、还有这个电脑可以制图、可以打字之后，这个修喷修早上打字这个行业也没有了、哦、所以这个是。嗯 哎，时代的变化哈。嗯、那么各位来看一下这个，哎，民国四十四年的两张稿子哈。这是民国四十四年，呃，黑松汽水和大良汽水的瓶盖赠奖广告哈。这两张是洪良浩老师剪下来的哈。那么各位看这个上面的那个瓶子是画得是有点有点怪怪的哈。还有他们的这个，呃。 瓶盖正奖的最高金额，黑松是五百块，到了这个大梁就，呃一千块哈，所以他们那时候也也竞争得非常厉害啊、哦。不过大梁汽水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哦。不过，呃，各位不要小看大梁汽水，大梁汽水在五在当时他拥有一支很强的呃这个棒球队，打过这个全省的社会组冠军啊、哦，所以这个。 哎、有时候这个商场的竞争，他就竞争不过，他就，呃，就消失了。哎，<對>好，再来我们看看，哎、呃，《联合报》的一些缩影、缩影版广告哈、哦。那这个是民国呃四十八年的黑人牙膏哈，哦、現在在圣诞节播出这个登出来。那么这个是手手那个手画的哈，哎、哦呃，这个上面应该还有套红，可是我们看看不看不见哈、哦。这个再来是这个民国。 这个四十九年的，这个是日本的进口的一些照相机之类的广告哈，那个时候广告都很小哈，都是都不都不是大版面啊。再来是这个民国五十年的这个，呃，药品广告，这个是日本进口药品，这个是标准的那个时候业务员发的广告，上面那些大的黑字都是套红的哈，哎，但是因为这个是他手印版，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照到原本，所以这个没有看出来哈。那么这个再下来，这个是五十一年的，哎，这个叫东洋丽绒的那个把这个特多龙那个时候，这个化学纤维刚刚出来哈。这张这张广告看起来就好像是日本的日本设计过来的哈。那、嗯这个呃、哎、调子不一样，他们没有套红，哎，因为日本报纸都没有套红，这个他们不习惯哈。那么看看这个。 再下来这一张是，哎，民国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一号，格林的这个哈格林公司的黑金体，哎，电视机啊，电视机的广告。那么这个是因为是《龙工日报》的呃，创刊号，所以它特别加了一个颜色染色哈，所以它通常是只是黑染两色。那么，再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台湾广告，在那个台湾广告公司在。 民国五十五年的时候，他登了一套八张的那个广告，这这个是在各报登出。那各位注意看一下，它是有这个呃套红哈，套红就像这样子。 我们刚才看到了这许许多多非常珍贵的呃古早的广告作品啊，嗯、呃，那么可以说是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告呢，完全这么样的多色缤纷是完全不同的调子啊，嗯、呃，那刚刚介绍的呢是呃可以说是五十多年前的情况了啊<對>、哦，那呃之后的发展又是如何呢？是，那么我们通常讲台湾广告史啊，呃。 大概把它可以把它分成七个阶段，那么前面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民国四十九年、五十年之前的啊业务员时期啊，就是以业务员的时期。再来，我们从民国五十年开始，就是很多广告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叫它是广告的导入期。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个这个时候，因为这个这些广告公司的老板很多是。 啊，媒体出媒体的业务员出身，他们没有发广告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呃，呃，当国华广告，看那个开始的时候，国华广告因为老板徐秉堂先生是，呃客广告主是这个，呃钻石鞋油出身，所以他这个跟媒体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以他很邀请前中央通讯社的社长。 肖同志先生当董事长，就利用他的关系打开了广告公司和报社的，呃的这个代理制度的啊、哦，这个建立的代理制度，所以这个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到了民国五十一年啊，五十一年台湾电视开幕之后，那台湾电视是采用这个全部代理商制度，所以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就。 比较确立了这个代理商的制度啊，那么这个台湾的经济渐渐好转，那么台视到后来哦，它是独家的电视台，它广告全那个广告全部满档啊，非常的好景气，所以开始中视就跟着就在成立了，就是在七年后成立。那么中视成立啊，这个啊对台视有压力啊，中视听说是要彩色那个播出，所以。 呃、台式马上就全部彩色播出。那么这个中视是由这个中广加三十六台组成的。那么这个他们这个节目就是有整个刺激的，整个的节目都不一样哈、哦。但是这个啊、呃，中视有一个每每天播出一个连续剧，它最多的时候播出到一天播九十九十分钟。那这个呃，当然这个新闻局就不同意，就改为六十分钟，改时改为三十分钟，结果。 改变了整个的电视的那个广告的传播方式，方式就现在的就是方式，就是因为这个是这个时候中视的这个动作的改变，整个的改变了、嗯。那么到了呃后来呃华视也成立以后，<是>那就有三台了。哎，是那华视华视成立以后，这个突然哈、哦，这个哎广、呃、告量增加三倍，哦、这个。 的容纳量增容纳量增加三倍，可是实际上广告并没有这么多，所以开始就是三台就非常的竞争，那么就未来要业绩，那么就开始有赠送广告描述啦，还有一个是产品交换广告啊，电视台呃、欸、这个厂商拿产品来跟电视台换广告啊、哦，所以这个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一片混乱啊、哦，那所以这个。 呃，这是一段是广告的一个算是混混乱的时期。嗯，对。我们从刚刚黄老师的介绍里面呢，可以了解到说，呃，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关键，诸如呢，这个新闻界的大佬萧同滋先生的进入呢，使得广告的代理制度呢，渐渐的成立。更由于呢，台式的这个开播，使得电视广告的代理制度呢，也更加的稳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我们再来请教黄老师。 黄老师不晓得那个年代里面台湾的广告代理商他们的地位是怎样的？是虽然广告市场有点乱，可是那个时候还是啊卖方市场，媒体比较强势啊。我举个例，有电视台开播开播酒会，既然忘了请这个代理商来参加哈、啊。不，那个时候广告代理商啊必须要有五栋房子，因为有两报三个电视台，呃、啊、有五栋房子来抵押才才可以做广告公司哈、啊。所以。 呃，这个不过这样子情况之下，呃，因为呃，慢慢的稳定了，就是进入了这个呃，我就是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为导入期，就是广告代理社已经很非常的稳定。哎，嗯，好，那么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里面呢，使得我们进入了到广告的一个成长期呢？是，呃，民国六十呃六十年，我们退出联海联合国，还有。 六十一年的中日断交，可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叫處變“储备不精，装进自强”，所以我们这个呃十十大建设，还有这个房地产呃急速发展，所以我们这这个从六十二年开始哈，这个广告的成长率几乎都在二十五 percent 以上哈左右了哈，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称它是这个呃广告的成长期哎。嗯 这真是一段黄金时代啊！我们刚刚可以从数据里面发现到，这个成长的幅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对>那么，怎么样去容纳这么多的广告？是啊，所以那个广告量一下子增多，可是报报纸限定还是三大张。那这个读者和这个广告主都都都这个哎，对这个都很受不了。这个哎，报那个时候报纸是哎开始发生了这个 A、B 版分版。 还有，哎，那个分类广告缩版，可以缩到四十版，那这个，哎，缩小了再放大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报纸，那个房地产广告，啊，它可以分到十六版，那，那个费用是五五折收费，所以这个报社的收入可以达到八九倍之多，所以，哎，《中国时报》在那个时候，哎，一个礼拜收入广告费收入可以达到一亿元。 所以这这是广告的黄金时代，我们也是广告的成长期，急速的成长期。嗯，那么这个阶段里面呢，国际性质的广告公司呢，也开始注意到台湾了。对，那个时候台湾广告量多了嘛，所以这个各各世界各广告公司大广告公司都到台湾来。不过他们那个时候都是以业务合作为主啊，就是呃，他们因为进不来，我们。 我们禁止这个进不来，所以都是业务合作。那像国华、台广、联中、啊东方这些都有国外的合作的对象，啊、哦，但但不都是业务合作。这么多的国际性质广告公司呢，对台湾来投石问路，我想是不是我们要走进竞争期了？是，诶、欸，因为在民国七十三年政府开放外资投资服务业，所以。 这个很多广告公司就开始啊进、呃、入广告，最早的是里奥贝纳，再来是这个呃奥美，奥美是第一家受这个外外省会投资外省外省会通过的第一家广告公司，在接下来呃就是这个呃 DDB 英登林志、上通呃这个 TBBDO 麦肯啊、格、呃、瑞、尚奇、智威汤呃智威汤逊。 啊，还后来杨思啊，杨又不会呢。这个日本电通、博报堂、大广，通通所有的日世界上的大广告公司，通通到台湾来了。他们都是不是独资，就是合作，呃、啊，就是已经没有业务合作了，都都是自己都来了。哎、嗯，所以这个混血的，然后也有全外的，都都都有。嗯、<嘿>他们的蜂拥而至，一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对，因为这个外向的资本比较雄厚，他们也有那个一些。 比较久的广告的弄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呃一些作业模式，还有他们的原来的客户哦，还啊，所以他们来了以后，有本土的广告公司开始竞争啊，是、哦、比这个，所以我们台湾就进的进入了这个竞争期啊。哦,哦，所以是不是在这样子的竞争之下，原本的这些客户的安排也会起了一番变动？对，这、就是因为因为在他们还没来以前，他们在。 原来的客户在台湾就是要找新的广呃广告公司，那这个他们来了以后就会要回去了啊。像福特就从这个呃联广回到这个自为通讯去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就前那个呃国际性的那个代理啊，就是说通通要回去，所以这个呃就又一番一番的那个。 我想这样子的一些变动上啊，是不是跟当年的一些大环境也有一些因互相的因素？对了，那这个时候因为是台湾整个的那个环境哈也变化，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解严哦，还有报禁解除，那报禁解除一下子由三十几家呃报社突然增加到一百多家，那报社开开停停啊，这是有的不好就马上就就就,就关掉了，所以又是一。 一片混乱呐、啊，这个哎，所以这个这个是一个竞争期哈。哎、哦嗯，好，那么在一九九二年之后呢，我们进入了所谓的多元期。为什么叫做多元期呢？是因为一九九二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全传播啊，这个整合行销，这个这个 IMC 哈、哦，这个开始在盛行，那么也引进到台湾来，那么很多广告公司哈、哦，就是。 它不但只是这个普通的呃一般的媒体以外，还把直销、行销啦，呃 S 这个 SP 啦，或者是公关啦，哈和那个呃设计、包装设计都把它这个开卖在一起，这是整个来整合啊，就是媒体的整合的一个一个销售方式。这个其实这个是在台湾，我们因为以往我们的规模没那么大，那广告公司是要实现潜能。 那我们都在做哈，我们都什么都会做，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小，但是我们也比较没有像这个时候国外引进的 IMC 的观念啊那么多的理论基础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变成一个呃我们的多元期的这个呃很多公司就把它这些他们把那个独立出去的这这个公关啊那个这个活动呢促销活动的公司又把它变成一个集团。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对，嗯，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到有的呢强调它是三百六十度的品牌管家，有的呢可能是强调呢它是品牌的金字塔，所以各家呢都有针对呢他们的整合型销传播呢有不同的一些称呼。是是是。好，那么我们也想要了解一下呢，从八九年以后呢到九一年这一段震荡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是。 因为在这个八十四年哈，这个 WPP 啊，就是把它旗下的两个公司，就是澳门呃这个澳门跟智慧汤讯两家的媒体部门，把它独立出来，联合组成这个传递媒体购买公司。那么这个媒体购买，就把它的媒体购买就独立在广告公司之外。那么两年后是八六年呢，这个。 其他的这个公司也就黄校就纷纷的成立了很多的独立的这个媒体购买公司，哦，那这个这个情形让广这个广告的生态起了很大的变化。走到今天呢，数位的浪潮来袭啊，我们的广告圈呢又在不断的大变身了哦。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听说黄老师要带给我们一个好消息。是的，呃，我们在民国五十五年，我们举办了这个。 第五届的亚洲广告会议，然后在三十六年之后的二零零一年，我们办了二十二届的亚洲广告会议。那么，这个我们受到很很高的评价。那么在后年一九零四年，我们将要再度举办第二十九届的亚洲广告会议，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与这个活动。谢谢各位。好，那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来迎接二零一四的广告盛会。再会。